这仙有仙的规矩，妖有妖的规矩，在这宁安城就得守我的规矩。那白硕天天修仙修仙，你要是再不告诉我成仙的真办法，我就把你这道观给砸了。想拜入仙门就得找凤姬楼楼主。你说你要斩妖除魔，吴念师懂了。糟了，店主的基金人把你拉走了。七颗星芒，敢说是妖族无情，仙族无为，求人不如求己。我白硕要走出自己的道。白硕，无念是入你体内，是机遇，亦是因果。去结念吧，重启无念识。无念识乃是神物，必须集齐爱恨杀贪善五念。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如何集？无念识所展示，是如今尚未发生，但来日一定会发生之事。我愿以一人性命换一城。想要得到之物，就需确保那些是按部就班的上面。愿意付出生命的爱，都不会因着牺牲而怨恨。世间极致的情感，才是打开无念石的关键。本尊的计划一旦成功，世间无人能阻止我。天降大任，必随忧患。你要走出自己的道。在我眼里，你只不过是只蝼蚁。我白硕就算是只蝼蚁，但死在你手里却不是我的命。